Hello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建记的实况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么，在终点站的诱惑之下，我决定就先玩它。我要失败啦！哎，不过还不知道是不是终点站呢，搞不好这个打完还一关呢。终点站都是我自己说的，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什么终点站。但可以想见的是，这会是一场艰困战斗，因为从目前为止来看，它只要它是属于限时战的，后面有小火堆追着我跑的，无一例外，我都死得难看。啊！但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难得都跳到那么远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虽然说我的确是打败他很多次，但也没有这么大仇恨吧。传送耶！先吃一颗球，等等，在我发呆的时候，没有发现危机已经悄悄逼近。不行，我观察一下他的。嘿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再一次？喂！呵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呵呵，喂，不要吧！哇，这可怎么办？你这可怎么办？他把那个……他把那个……
他把那个玩意收上去了，我要怎么办？这的确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啊。再想想啊，哎，哎。好像自己犯了一个蠢。上不去，该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哎，有没有发生过我这种事情啊？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已经上去的电梯叫下来呢？完蛋啊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重置？好像就只能够……啊！怎么办？现在上不去了，怎么办？现在上不去了怎么办？哎，我好像把他的那个，我好像把他的火关掉了。天啊，原来火可以关掉的！啊，上不去！我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，有没有办法？也不是这样，有没有办法让他？没有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，看来要重新开始了。这个真的是悲剧，这个真的是悲剧，这个真的是悲剧，真的是悲剧。还好，因为我是如此优秀。即使再跑一次，我相信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。重点是我好像已经把那个
虽然说好像已经把这个时间限制给关掉了，所以更不怕啦。就是这个啦，这个太阴险咯。他上去以后竟然下不来的哦，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死掉了，就 GG 咯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完蛋！啊，这刚刚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居然是一个只能够一次到位的游戏，觉得这个真真正正是太凶残了，真真正正太凶残啦、啊！啊，我又逼死他了，我又逼死了那只雪花牛。就奇怪，我会把时间限制给关掉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他没有时间限制，我就够紧张了。他还时间限制，要我怎么办？哦，好险！等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办？哦，好，那个先救回来。蠢，你的你丢进来，再去上来，就是现在。叫不能够，不足以描绘我心中的苦痛。就。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呢？啊，好，
至少是个有存档点的地方就还好。哎呦，存档点都好说啊！哦，再来，区区的。区区的一个游戏怎么能够为难到我？来，噔噔噔噔，嘿嘿，吃一吃吃一吃，好，飞走。先躲起来好了，想一下。把那个实线，把那个实线给他给砍了啊！来，再来！我要弄死我自己，根本不需要实线啊！呀呀呀呀！再来！干嘛？等等，等等，有种越来越蠢的感觉。之后自己发现自己在干嘛，但我才发现自己蠢，怎么办？等等等等，这样不行，是不够冷静，失去了平常的水准。是干什么的？妥妥的死亡次数破纪录的节奏啊！上面有一个休息点。我想想看怎么进那个休息点啊。先这样，等等，这个，蠢蠢，这样。应该是要两跳进那个斜坡，两跳不进那个斜坡，就不用进，就进不了休息点。所以首先是两跳进斜坡，两跳进斜坡的话，一跳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
好。哎，再一次。一跳，二跳。哇塞，这个三跳很惊险哦。哦，好，三跳。是，错，好，太好，上来，上个杆儿，哇，这是怎么着？先传过来，嘿，过了，好吧，虽然路上少拿很多东西，哎。这样还不够吗？啊，好，40次还好吧，小意思。好，继续。现在我们直接面对这只。白痴白痴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怎么过关？你告诉我怎么过关？这怎么过关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过关，怎么办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打掉哎，怎么办啊？糟糕！在我认知中，我一直以为蓝色是没有办法打掉那个墙的啊。回头也死啊！那个炸弹有可能帮忙打掉那个。所以是一个闪避的游戏就对了。啊！再一次，好，先闪到这里来，好歹躲过第一波的陨石，然后跳上来。然后闪第二波的陨石，并且随时准备，随时啊！对啊，好像是在打王哎、欸！先上来闪，刚刚第二波陨石接闪拳头的部分，有一点。哇哇哇！现在怎么办？
哎，哇！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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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原来如此。哎，可以从这边直接接着走。哦，现在是躲这。被一拳 KO 了，飘飘飘飘飘飘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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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冲啊，冲啊，就好，哎呀，不行。刚刚闪那个陨石的部分，如果我一直在这下面的话，我会被夹击，所以我觉得恐怕我恐怕是，可是我在这下面闪陨石我没什么信心啊。哎呦，不行，Go go go go， 跑跑跑跑跑跑跑！啊，先闪一会儿。哎，不行，一定是要到下面去，也一定是要到那个上面去闪陨石才行。撑过比较密集的一波以后就上去。啊！仍然难逃他的魔拳。先闪一波，啊！太晚下来了。他跑步的样子好可爱哦，好像仓鼠。所以这是一款物种不明的游戏，物种不明，但很可爱。下来的时候用飘的，不然的话速度太快会被烫死。再来，先过一波，闪一波。啊！他是不是看着我的位置打的啊？我怀疑他那个火球是看着我的位置打的，不然怎么打那么准？
你走的位置打到他。你现在这样吓唬我吗？你这是在吓唬我吗？你这是吓唬我吗？好坏，好坏！绝对是吓唬我吧？好坏啊！好坏！怎么可以这么坏？可恶可恶！你这么坏，我还每次都中招。哎呀，这个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不会像一直这样子打吧？不是吧？你这样我要怎么逃？哇，这个完全没办法逃吧？这个是怎么回事？那我得好好想想，这个感觉不太好逃嘞。对啊，这个怎么逃？这个应该要是，这个怎么逃？往下爬。好像来不及耶，哇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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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到底是走内还是走外？这是一个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还以为他还要再挥一次拳头，结果原来不是。上去是要往内走还是往外走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好吧，先假装是往，先假装是走内侧好。完蛋，拳头要来了吧？上面更没路，哎，这是应该是左外侧，这次拳头应该要走这了。看他从哪来就是。啊！再来，让我们看看他从哪边开始哦。哎呀呀！再次。哎呀呀呀！再次。技术不好，好，拳头该来了吧？好，再来。好，换边。
很上面。好呢，看来接下来是要往内侧走。嘿嘿，我看到你了，你这臭小子！哇塞！啊！啊！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！等等。我不能够弹到下面吗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的啊？等等等等，要跟你硬碰硬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搞什么呢？哎，等等，再次，先骗他一个拳头，然后，啊擦！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刚刚那边要赶快把白色的换出来。哎，可恶，位置跳不好。哎呀，可恶，跳太出去了。看来刚那边要再出去一点点。距离又没有算好，哎，真的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距离没有算好，刚刚应该要稍微飘一下，没关系，哎呀呀呀呀！吓我一大跳，他现在要威胁我了是不是？你又要吓唬我了是不是？哈，可恶！啊，那玩意他在上楼，他还咔嗒咔嗒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怎么那么坏嘞？哎，这是跷跷板玩不好就得死的意思吗？跷跷板玩不好就得死，好可怕。感觉这一段其实目前看来这一段并不是特别难，我
玩不好都是个人问题。可是我的问题的确一直就都是个人问题啊。我们直接从这边像这样岔的给他过去。哇擦擦擦啊，没想到你竟然来这一招。你太久没出现，我都忘记你还有一只拳头。我们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我们一插下去，它就会跳出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插下去以后，我们就插过去是一定回不来了。啊，可恶！再次没跳好。竟然自己插土里了，再次。好，插过去以后马上跳进来，很好。然后呢，随风吹吹吹吹吹。嗯，吹到这是什么地方了？哎，哎，我都还没有摸清楚那个地形，你就给我来个关卡，不太公平吧？观察一下有没有这底下是什么呢？哦，是你的牙。哦，所以是要走这里是吗？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是你的喉咙是吧？这个呢，进肚里了，我就这样进他的肚里了，所以这是食道吗？哎，糟糕！哎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它胃食道逆流之类的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不行，看来这边是要一路飘出去，中间不能够有跳。有跳就挂了，有跳就不行。哎呀呀，在。目前还行，我这样跳了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哇哇哇哇哇！
哇哇哇，下面这是什么鬼？简直难，简直难。基本上不能出现，哎，不能出现跳啊，可恶。好好好看看啊。嗯，哎，可恶，再来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古怪机器人的肠子里面。最糟糕的是，等一下我们会像便便一样被排出去。是不是好可怕呀？啊！咻！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啊，不行，这样看要怎么弄啊。嗯，多飘几次吧，累积一下经验才好办。不要掉到最下面，应该就绕外圈进去就好。不要走到那一圈，就绕外圈就好。啊，可恶，这样不行。几反而失了水准。就这样，只绕外圈，不绕内圈。哦，好，一个。休息点。哇塞，等等啊，脑子没想清楚，再次。好，这里可以跳一个。好，哎，跳太快。但是有没有觉得我越玩越顺啊？当我没说。扣除那些很悲惨的失误，其实是有越来越顺，对吧？哎呦呦，嘿耶，好，现在呢
进入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解谜环节。这里我觉得应该是要用黑色来跳。莫名其妙掉到某个，上不去，这些该不会是他抓来的我的好兄弟吧？那里既然是一个平台，那我其实应该要去踩一下。再来。蠢死了，蠢死了，这真的是蠢死了。哎呀，我干嘛手贱要跳那一下？觉得我应该再来踩一下。不太妙。我看看怎么办啊。掉的频率是只能说一个没踩到就是万劫不复啊。这，哇，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尴尬。位置有点尴尬，再一次，先跳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样。好吧，
会发什么脾气。好，啊，好吧，我刚看到上面有个平台，代表说我刚刚跳的不用那么拼。我刚刚是用这个一次跳三阶的，一次把那个就是一次要跨两阶的方式去跳它，但发现其实不用那么拼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可以用不那么拼的方式来完成。可以，一二，我中间的啊，这一关真是玩的时间远远超乎我的预料呢。这一关玩了一个小时吧。哦，啊啊！刚刚又太松懈了，刚刚又太松懈了。看看啊，对，看看怎么办。哎，就被剿灭了。哎呦，我只能用身残志坚来称赞我自己。手那么残，意志力却是如此惊人，真是不简单。哎呦，简直是蠢！啊啊！我自己都觉得我要看不下去了，不要说别人了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决定我今天不开欧卡了，我今天就跟这游戏拼了。这关玩多久了？我先看一下，一个小时整。把这个游戏破了，不把它破了，我不甘心。
是不是好像有点低？看看咯，感觉在边边会比较好。不要我跳过去之后发现跳过去根本没有要干嘛，那我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咻咻咻咻咻咻！来，还是拼一点好了，太不拼好像死的难看。看看哦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样不行啊，除非我能一次跳两阶，刚刚那样真是猝死的。好，回来，go go go go， 这边目前为止都已经算很熟练了。就是卡这个地方。一二，啊，上面那个有点慢，我应该要拼第三个在边边跳，拼第三个刚好他轮空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耐心，什么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过来，好，先这样。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，不太保险。再次，好，这边等。好，这里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。
在边边这儿跳。好像也身体怪怪的，啊啊！刚刚是最接近的一次啊！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三的时候不够快。至少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。嘴巴太突出去了，还好不用再跳一次，哈哈，再来。不对不对，去边边跳会好一点，边边会好一点，这样会好。想想看啊。撞他就撞那么准呢，跳就跳不准，撞就撞特别准。哎，论撞墙技术还真是不简单，怎么撞怎么撞，怎么撞怎么撞，妥妥的不会失误。就要丧失信心了，拜托给力一点吧！哎，竟然在这里出了愚蠢的失误，低级的失误。啊！但是我只能坚持下去，都玩到这个地方了。放弃的话，我前面全部都等于重打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这边是今天是一定要破关的。放弃的代价太沉重，没有办法负荷啊！又是一个低级失误。
哦，按原定计划。没有算好，天哪，这才只是三条路中的第一条路。刚刚那边，最后那边实在是有点碰运气，在看不到最顶上的方块的状态，除非我中间这边能够一跳跳穿两个，没有办法，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跳穿两个吗？奇怪嘞。但是我可以一穿穿两穿两阶，我就真的就没有这个烦恼了。又死掉了，哎，这死亡技术没有，死亡技术没有破百才怪呢。各种方法被弄死。哒哒哒哒！咻！我在想，他那三条路应该是三个圈圈，三条路应该是分别通向三个圈圈，但也不排除他那么善良，一条路就给我们过三个圈圈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三条路三个圈圈，所以这个只是第一条路而已。哎呀，竟然在这里发生了失误，幸好不是致命的。看的人应该会觉得郁闷吧？真的有人在看吗？看人应该会想说，放开那个把手，我来。你会讲吧？哎，哎呀，过了，竟然顺利到达这边。耶比！但这能干嘛呢？让我们叫醒他，起床了哦！他是干嘛的？啊，怎么说也真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吧。
哇塞，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认真的吗？这个要我怎么过啊？对吧？这个怎么过啊？他不觉得这不太合理吗？哎，对啊，终于过了一个。我希望刚刚那个是众多关卡中最难的一个。啊，这就是一个重跳。衷心希望那是最难的一关。希望其他几关都跟吃便当一样简单。啊，这一关倒是比较不容易死。就是一直重跳，好吧，也是很容易死啊，但是还是会一直重跳。我想想看啊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混蛋，又重跳，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当你觉得这一关很简单的时候，他正用他的方法告诉你并不。哎，让我想看怎么办啊！啊！掉到宇宙深处。那我想想这个怎么办好。不要这样，我有点不太能够确定到底是先跳到这个上面一格呢，还是先跳到旁边？感觉应该是先跳到旁边吧。慢一点。哎，可是这边一直失败。虽然跟刚刚的失败次数相比，这简直不算什么，但是一直失败还是很烦啊。最可怕的是刚刚上面绿色的那个，用绿色的过关卡的那个，那个我完全真的是不知道那边要怎么过，神之漂移吧，我看。先这样。有可能是先到上面一个呢，啊，不行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到这里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对。然后是过到这里，对。这，就是一个乒乓球游戏。
好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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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当然，这是一台电冰箱。电冰箱能干嘛呢？好，最后一个神之漂移之术，这个要怎么过啊？天哪！是正常过、正常情况过得了的关卡吗？开玩笑吧！除了用神之漂移之术，我能怎么描述这个关卡？妥的神之漂移术啊！简直整人呐、啊！哎。试试看怎么跳，跳比较高啊！下面有什么茶？天哪，感觉自己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但是我的考验仍然没有结束。应该就是。狠狠地飘出去吧，然后应该就是这样子啊！可恶，没关系，我能过一次，就能过第二次，我能过一次就能过第二次，哼哼。这就跟推网一样，第一次过了，第二次还会远吗？破完荒，剩下都是农啊！看看哦，太摇摆不定了，兵家大忌啊！哦，我绝对不是因为了炫技术才一直死在这里。
绝对没有这样的原因。我要抓紧时间往下飘。吼吼，嘿嘿，好啦，接下来只要下来就行了。耶哈，这是什么？一台吸尘器。啊，哎，这还不是破关吗？我们直面了吹风机妖怪，然后是什么鬼？哈哈，他找到家人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他与他的冰箱、吸尘器以及相机好朋友是这样吗？哈哈哈！阿拉，不要提好吗？我刚刚没有看我的死亡次数，好不好？我根本就没有看。没电了吧你兄弟。然后他就唱了个歌，就开花了，铁树就开花了，这真正真的是铁树就开花了。美啊！温馨。于是我们大胆猜测，它的剧情就是它的三个好伙伴加剧兄弟党，因为不明的原因。被困住了，或是没电了，啊，应该是没电了吧之类的。于是他就努力破坏世界，可能，然后那四只神秘的小飘飘就拯救了全世界，破关了，哦，好高兴哦，破关了，这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游戏。除了操作上有点，有点折腾人以外，也没有说很折腾人啊。其实整体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其实难度其实还好。解谜部分没有什么解谜，没有什么解谜难度，就是操作问题而已。但是一个很可爱的游戏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等一下可以再开个一趟卡车。啊，明天这个时候就来玩新的游戏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